这是我，我的故事，那你的呢？我第七年毕业，我就去了温哥华。你们 boys 高中完了就是大学研究所吧 ？I don't know。一八年回来陪我老爸和老妈，中午开始创作国际 creative。2020疫情爆发 ，Say what？ 了不起，音乐创作我也爆发。24 hours 根本不够用，想做什么就是 follow Nike's logo。说的，我今年会很努力，把这一份礼物好好送给你。If you know what I mean.